哎呦，溜出来喽！什么课？手机声音。嘿，哎呦 ，DK 哟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逃课逃出来了，因为那课对于我这种天才来讲完全不用学的，太无聊了。你跟我一起溜出来了？我也是啊。哎呀，都教过了 N 遍了。对呀、啊，两个小天才就感觉上这种课太无聊了，我们就一起哎逃课出来玩吧，怎么样？对，好，同学们明天要去户外教学，那我们就先把车开走，直接去。也对啊，对不对？好点子哦。对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开车。哎，你会开车吗？好点子。我不会开车，但我开过玩具车，应该可以。对，差不了多少，反正都是车嘛。排排坐，去外面玩喽。哎，但是谁开的车啊？好奇怪哦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怎么有一只黑色的手？本来不是要往这边走的，他把牌子给改了。对对对，本来要去那个游乐园的。哎，哎呦，而且车开了一天，哇，出车祸了！哇塞，我准备抓走了。你被抓走了，我要来救你。啊，什么地方？欢迎需要帮助，是谁呀？谁跟我们讲话呀？我不知道啊。方块不在了，方块不在了。对，积木没了。找到他们，然后再把他们给放回去。嗯，还祝我们好运。难道这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吗？我们身边旁边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才发现哎。哎，对。哇，这是可以躲的，可以变箱子。好消息。我们是可以躲的，坏消息是我们可以躲的。好消息和坏消息是并存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像 Huggy Wuggy 哦。对对对，很像。然后他可能吃的有点多。对，胖胖的 Huggy Wuggy。哎，这边有方块，可以直接拿哎。对，我们要找旁边的二四个。哦。对。哎，哎呦，这边有蓝色的箭头哎。对啊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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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声音？我听到声音了。躲起来！哦，刚看到了吗？哎呦喂，那个蓝色的东西！哇，他直接下去了、哎，找到方块，并且把他们带回剧院，跟着蓝色箭头走。哇，彩虹朋友的家，这个森林。哎呦，哦，好可怕、啊！哎呀，他爬楼梯，他还爬上来。哎呦，哎呦，来了！哎呦，哦、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哇，从下面那个地方爬上来，哎呦！哇、哦，还会爬楼梯的，我以为他下去就上不来了。我也是，哎呦，好恶心哦！我看到了，他已经走了，关门了，所以我们找方块。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要找方块呢？莫名其妙的来到了这个地方。1991年，蓝色的那个什么第一个朋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应该是安全的。哎呦 ，No escape！ 这里有两个方块，边。逃不出去！哎，什么声音？哎，什么声音？他好像看到我们了。先躲起来！哇、哦，他跑过来了！他跑过来了！哇、哦、哇、哦哎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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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应该没问题。别动！哦！吓我一跳！吓死人了！哎，剧院！哎，剧院！找到了！找到了！应该是在这里。哦！哦，对对对，方块放这里。哇，放这边，下次放了九个。哎，这边没有走过。哦，箭头是全部指向剧院的。哦，对，没错。怎么会有噼里啪啦的声音？哦，这里有东西漏电，漏电了，漏电。但是也能走。对，好像没有什么要解谜的吗？没有哎。哎，这地方有个按钮哎。还说要修这个按钮啊？感觉有可能哎。好像不太行。哇、哦，矿坑，矿洞。没错，哎呦，哎，那这个地方好像是之前那个怪物掉下来的，哎，对，爬上去的话好像就到那边了，是吗？好像不是，哎，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哎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啊，躲起来，哎呦，哎呦，他过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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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我们只要在箱子里面就是安全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换地方、哦，走这边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那我们在箱子里面移动，他会不会抓到我们呀？感觉应该不会吧。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不要动比较好。这边有字，橘色的藏在这个地方，橘色藏在这个地方，什么橘色？
哦，什么橘色啊？有蓝色还有橘色吗？哎，有可能哦。彩虹朋友应该是五颜六色才对，他目前就有蓝色哎。哇、哦，还差九个。哦哦哦哦、啊，下去了，我们赶紧走哦，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拿的。这边是监控室哎，能不能？对哦，能不能看那个怪物在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那继续走吧，这地方来过吗？好像还没有。哇，城堡啊！哦，这边还有方块，这边都拿了，全部给拿了。你先上去看一下好了，先看一下上面。OK， 啊，诶，这什么？你让我速度变慢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完全不是很懂，莫名其妙的。找仔细，对，找仔细，看有没有藏在那种很难找的地方的。OK， 看起来没有，没有。走，我们应该……哎呦，哦，哎呦，躲起来！哦哦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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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动！哦，我们只要别动的话，它好像速度就越来越慢了。来这边看一下，有点刺激哦！哎呦，哦，这里是什么维修室吗？对，工具室。工具室。看样子以前它应该是什么比较友好的玩具，但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变坏了。我觉得他有可能以前是没有火起来的，以前就单纯的玩具而已。对，他突然有了生命。哎，他这个很像 Puppy Playtime 吗？对对对，很像是那个玩具被改造那种感觉。先来放方块。哦，他在前面。哎呦，他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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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事，没事。还差六个。还差六个，这到底在哪儿呀？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哦，这里有一个。哎，这地方没走过啊。对。哦哦哦哦，好可怕！莫名其妙的发出可怕的声音。哦哦，对哦，这里没去过。哦哦，对哦，这里没走过。哎，这边是可以蹲下去的。这个蹲进来。哎，那我们躲这里是不是就可以了啊？对，躲这边就可以了。哎，安全区，安全区。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爬进来，要是能爬进来就糟糕了。哎，这里是，这是养马的吗？养马的吗？还是关人的？哦，有可能哦。看来我还是比较单纯善良的 ，DK 就能想到是关人的，好可怕呀 ，DK。哟，好像在附近啊。哦，他是关那个的。关那个生物的哦，对，他是关那个生物的。哎呦呦，这声音听起来好可怕，好可怕哦，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。虽然这个东西长得不可怕，但它那个压迫感还是有的。哟，还有楼梯耶，刚才那个地方哎，上去就刚才那一边了。哦，对哦。哎，我怎么可以用箱子爬？哎，这也可以啊，不太合理吧？虽然走路慢了点，但是安全是有的。哇，哎，这就回来了呀！这样到底还有哪边有啊？哎哎，有哎有哎，高亮了，哈哈，还差四个，正好我们就直接冲啊，把方块拿了就可以喽。哦，哦哦哦，这个房间呐，这里没来过哦，这里有一个房间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完全没想到。对，那刚好四个全部都拿了。有有有 ，OK， 好，还差最后一个，那我把方块全部放回去了，拿到了，先躲起来，回去回去回去，哟，等一下，哎呦，进来了，好可怕哦，这里好像是个浴室，哎呦，哦，这个地方确实没来过哎，不管怎么样，方块已经全部拿到手了，没事没事，快快。哦，放好了 ，OK 哦，结束了，完成了，谢谢谢谢。但愿阿兰没有把我们弄太多。啊，绿色的，绿色的啊，真的会有其他怪物啊？哇，不是吧？哇，乌鸦嘴呀！而且这绿色的手臂好像很长哎。休息一下，明天需要它。下一晚还有其他的哦。条件不错哎，还有床可以睡，而且还有沙发可以坐看电视。莫名其妙哟，听起来绿色是醒了，绿色醒了。哦哦，他知道我们这个地方，他是瞎子，是瞎子，他看不见我们，所以说他是听声音的，那我们就千万不能动。哎，
这一次找的东西不一样了，这场景好像是一样的，是狗粮哎、欸，对，哎，先去这个地方看看，现在这个地方找，对，这个地方很难找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小心 ，OK OK， 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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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点恐怖，但这一次我们要找十五个就可以了。十五个应该还行，我觉得应该还行。哎，等一下，所以我们这一场的话是只剩下绿色吗？还是两个都有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哎，你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有可能两个都有啊。哎呀，拜托不要，希望只剩绿色。这里没有，没有。赶紧 ，OK， 赶紧快速的找一下。啊！哎呀，快 ！Hello， 我的。哦，吓我一跳，好恐怖哦！他在那乱摸。哦，他走了、啊、他走，我们只要别动，别动，他是瞎子。哦、他走的话，啾啾声哎。哦，对哦，那所以说我们只要听啾啾声就好了。哦，哎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干什么呀？要跑吗？要跑吗？等一下。我们应该不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就可以了，别动啊！哦啊，我怎么被抓住了？我是你被抓啊？啊！我怎么被抓住了？为什么是抓你啊？我可以重生吗？花20钻石重生一次，我在起点，我重生回来了。OK OK， 那我先继续往下收集一两包。好的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家伙来了，家伙来了，蓝色看到我了。哦，没事。啊，蓝色家伙啊，那说明都是一起的。都、啊、有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哎，这一次那个剧院的中央变得不一样了。变得不一样了？对，他是放狗粮的。啊，他们一起的、哦。一起的。那到时候后面不会全都一起吧？他是我们的彩虹朋友，彩虹拥有七种颜色，到时候不会真的有七种吧？我感觉蓝色其实还好，那个绿色的就有点捉摸不透啊。他到底怎么发现我们的？哦，蓝色来了、哦！我知道了，不能被他摸着，因为我们之前是挡在路口的。哦，所以说他瞎子嘛，他摸着。对，差五代是吗？好的。对对对，还差五。我看到绿色的来了，我得赶紧走，我不能，我不能。我不能走，哦，啊！你被抓了！我蓝色跟绿色的这两面夹击啊！我的天哪！还差五百步，我听蓝色的，他上来了，对、他前往剧院中心了。他走这边，他碰见绿色的时候，我感觉一定要走角落，不能被他摸住就可以了。因为之前我是一动都不动的，如果他听声音的话，他不应该抓我呀。哎，还差几代？还差四代吗？还差四代。我们是不是等一会儿等高亮是不是可以呢？哦哦哦哦！然后绿色也来了，绿色来了吗？我听声音了，我听声音。对哦对哦，绿色来了。先藏好，先藏好，先藏好。耶，小心点。他在哪里啊？他来了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。他一直在那乱摸。快走啊！不要再摸了，拜托。啊，回去咯，谢天谢地，他走了，我们安全了。他过来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不要摸到我！不、哎，我得赶紧跑了。哦，他看不到你没错，他看不到你。哦，跑没事的，跑没事的，他只要不要被他摸到就可以了。有了有了，有高亮了，最后三个。啊，这里有三代，哎哦哦，这里没去过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哦赶紧赶紧，这边这边要来这边放。有有有有哦。过了过了，不会还有吧？还有吗？哦哦，这是橘色，因为是游戏一共会有七关，不知道哎。所以橙色的它是怎么个逃离办法呢？它可能闻到食物的味道，哎，食物的味道。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我们也是食物？我们得藏进箱子里面，掩盖我们人类的食物的气味。哦，对，有可能。今晚是最后一夜，哎，最后一晚了，哦，那还可以，哦、三个怪物、啊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在你修好我的机器之后，我会告诉你怎么，你为什么真的在这个地方？嗯哼，啊哈，啊，脚印，嗯，有脚印，哎，漏水，开始漏水，这四个保险丝，对，我们拿保险丝了，有声音，哦，他是爬管道的吗？哦，通风口的，啊，好恐怖，这样子，哎，通风口还会再有一只哎、欸，紫色的，不要靠近通风口，通风口那边还有那个蓝色，还有那个紫色的，紫色的，对，还有个紫色的手在那边会抓人，是吗？我看看，这边这边，你进来这边这边，啊，什么声音？
喂橘子啊啊！我们要喂他们哦啊！什么？怎么喂啊？哎呦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对的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呦哎呦，别动！哦，他沿着这个路线走了，他沿着这个路线跑。哦哦哦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那么小只哎，好小只哦！就这样，还以为他挺大的呢，一脚把他踩扁。我一脚踩扁他了，这怎么多了台机器？啊！哎呦！哦，小心别碰那个。哦哦，你不能起来，用箱子掩盖食物。哎，真的跟我说的没有错。他刚刚是不是又回来了？你刚刚是不是又从箱子钻出来了？哎，别碰这个线，他估计到时候会回来的。我看这个食物分配机能不能用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哦可以，等下食物。哦可以。好哦哦哦，等他回来，等一下哦，你等他回来。别碰这里的线。哎，不要这样子哦。哎呦，到处乱摸哎。哎呦哎呦，他回来吃东西了。走，赶紧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啊！又来了又来了，赶紧把最后两个装了就可以了。快快快快快！哦耶！哎耶！终于啊！到底是谁啊？这个人？啊？啊啊！又坏掉了，没电了，不是吧？什么？太黑了，看不见了。不是吧？哇哇！不是说最后一晚了吗？啊啊！要在黑暗中找东西啊！把电源重新打开，想办法发电机通电。嗯？你说他有可能不会放我们走？手电筒，手电筒、欸。哦，还好还好。Yes。豪华照明是个什么东西？看那个，你看设定那边，然后里面有个那个高品质闪光灯。哦哦，有哎、欸，这比较有氛围。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电池也要放回。剧院中央吗？那只要九颗应该还行。对，哦，放好了，有了一颗了，差八颗。哎呦，线！哎呦，哦，先躲箱子里面，躲箱子里面，不能让它闻到气味。哎，不会吧，绿色，我太绿色声音了，就怕这个橙色跟绿色的一起来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没法逃了。哎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哎呦，来了来了。那蜥蜴吧，像蜥蜴啊，对啊。哦不，赶紧跑！哟哦哟哦，没事没事，又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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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差最后一个，还差最后一个。绿色绿色绿色来了。哦，先走，这地方是不能被他摸到。哎，我的房间里面，完蛋了，这地方太狭窄了，这里。哦，他还好出来了。该不会进他房间吧？他走了吗？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出去了。哦、安全，安全，赶紧搜！快快快快快！哎，这不是矿洞吗？这……哎呦！哦、啊！不是吧？为什么我头上有个……哎，不是吧？要别……哎，哎，我被抓！哎，我死了！啊！他怎么抓你了？你那边有几颗啊？那边我这边有两颗，有一颗，还差一样，差一颗。哎呦，他来了！哦，不不不不不！啊！我也死了啊！被谁抓到？我知道了，在这个夜晚的时候，如果被蓝色看到的话，得赶紧跑，不要直接钻箱子，跑到角落再钻箱子。他现在已经是看到你，你即使躲箱子也不行，你必须得找个角落，避开他的视线躲起来。啊！我被通风管道的给抓走了！啊！宁愿慢慢来，也要稳住，安全第一。哦，放了啊、哦、啊！可以了吧？有电了哦，这会儿可以了吧？哦，灯亮了，看起来要回去了吗？感谢你把电源打开，放我们走了，啊、可以走了。所以我们来这里干嘛的呢？帮他整理玩具，找狗粮啊！再见派对，不要吧，算了算了，不要开派对了。兑换你的票券，派对结束要放我们走？什么派对啊？券在这里。哦，戴帽子了。对哦，很高兴你能来，还要吃蛋糕啊？再见蛋糕。啊？我总觉得没那么单纯。哦，这什么？什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能躲起来吗？哎，不能躲了。哦，不要碰那个气球。哦哦哦哦哦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反正不要把气球踩破。气球如果踩破的话，它会那个，它会抓我们。哎呦，对，来喽！不要碰到气球，不要碰到气球。
哎，蹲着走吧，是不是好一点？对，安全起见。啊，但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哎呦，好可怖！我那个手很大只哎。哦，哎，就这样。三个怪物，真的，墙壁上。有蛋糕，蛋糕怎么吃？拿叉子吃啊？哎啊！哎，快走！哎，他这怎么破气球？破掉！哎，看门怎么开了？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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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怎么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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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走，把那个推开，把这个推开。有，全部推开，全部推开。有，可以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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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呦，他来了！哇，追逐战啊，这是！哇哇，追逐战，战斗！走这边，这边死路！快快快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不错。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蹲下，蹲下！哎呦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！我的天哪！快快快快快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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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蹲下，蹲下！要跟出来吗？快走！哎，这边是出去了吗？哎， 哎呦！哦哦！啊？哎？他没出来，安全了吧？哎，安全了吧？哦！哦！哦！刺激！哦！结束了！我天哪，逃出来了！彩虹朋友。只有三个彩虹朋友，哎，还好就三个哦，还好就三个，我本来还以为是七个呢，哎呀，对哦，没事没事，我这还是回去上课吧，别出来玩了。对对对，回去上课比较好啊。哎，这就是那个对我们讲话的那个，还有后续吗？是谁啊？看来我低估了他们。哟，谁呀、啊？好像是某个什么博士啊，他是制造那些怪物的博士吗？哦，哎，对，感觉是哎。哦，回来了，看来大家都已经下课了哦。对对对，我们还是好好回去上课吧。好啦，那么这个就是彩虹朋友，不知道是不是第一章的部分。那他出第二章之后呢，大家如果还想看的话呢，那记得点个喜欢，让我们知道一下。那等第二章一出来，我们可能就立刻来拍给各位看一下。对，没错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